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这个是市面上我们会收到的这种很普通的 name card， 一定是有名字啦、电话号码、地址这些很 simple 的 information 咯。这些名片呢，大家都拿到手了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名片的后面呢，再做一个刮刮乐的话呢，就会很新奇。OK， 如果后面的这一个呢，它里面的字全部是可以 custom made 的，设计都是可以换的，然后里面可以各式不同的，你可以选在里面你要写送一杯水啦，啊，送十块钱的包装啦，等等都可以。所以现在我刮一张给大家看看。刮的方式说是这样子刮，然后呢，你会看到里面的知道这个是收十罐汽水，每次都。